那其实就如果有这种，而且五条来了，对，五条应该会来，哦，来五吃吧，条吃啊，怎样都四要六拿来吃四条拿来吃，要吃，这怎么样都吃啊，吃下来打24桶，决心一点，对，至少来个凑一色。对呀，啊，至少还有抽一身。但如果打东风红中的话，也是前进啦。但啊，不要打。他看要怎么吃吗？哦，有，有他了，有了有决决心，心，不错，这样可以了。这样也行啊，也行，再碰，那就是要玩大的了。不错。他这个选择就让他选对了。但这样打就是比较明显了，反正就当然是明显要没调关整。系啦，要调整，但是你这样子，你把中间的条子也给做起来，也给连接起来，碰掉了哦。那你的那个，你的别人有条子不敢打，那也是对你是一个帮助啦，别卡别这人的清一速色度。9条还有3张了，对呀，啊，那你碰了6条，其实大家不小，但是大家会对你小条子有所警戒了。自己再摸来。没完，下，啊，但是像家陈浩可能会蛮不错的，因为他其吃他七都吃条，得到，对，其他都吃得到，哦，条子外的牌都吃得到，盛凯听牌。3桶，东风来打红中，拼个红凑一中啊，色吧，对啊，红中就凑一对啊，色红一进中啊，厅。一进厅啊，还是想拼清一色。东都来了就顺其而且自然了。东碰是碰得到的，对，碰到了吗？还没，等一下。对，下一手，然后就会听69条，这六六九九啊，条九还还九三张，条还没有防备的，九有3张哦。对，啊，如果自己先靠到9条的话，新建这个东风就要放枪，他就会听25条带东风，东还不打，东还不打，9条来，放好过来。枪哎、欸，东风会放枪对，哦、喔，25条带东风，也许他真的不打。会打了，我觉得会，因为他9饼都碰了。对啊，有前进。不过如果对点到心燕的话，大家还不蛮开错啊，心对的啊。啊。对啊，东风不见了，那也有可能数额的东风会五支援。条也还有2张嘛，对，2条没了，五六条条两碰断，张，东五风一条两张，张，三对。张，陈浩这个要小心打，拆筒子，摸到什么？三可能条是吗？条子，可能是条子他哦万子，连结蛮强，好，5条带东风，这个自摸啊9手，哇！1桶再下吧，不会现在摸3桶吧？说不定，应该是烫回来，对，果然。哎呀，白皮这东么风，准呢、白皮下，所以应该4条也是下，没有人在管。这是什么？假动作，假动作，又是一个假动作。吃到东吃风到放东枪，风放枪，对点，还不啊打，还不放，哇！可是没什么意义了。是的，你手好，盛凯的17条下不下得去？下7条没事，两百，放2条枪放钱，猫吧。哎、欸，哇！但他这2桶听口是还不错的哦。哦，这打蛮伤的哦，他可能我在猜啊，应该有要感觉拼到抽一啦。色吗？要拼大条被子放安全，抽一小色条吗？子几率大。对，尤其是刚才那样吃，小条子他刚才那样吃，他有讲过嘛？那但是他又碰了一个6手，哇，哇！可惜呀、啊。星燕没放枪，变陈浩放对，枪反正这个啊！牌再待久一点，星燕要前进，他就要好放。死不死给他进这张绝一条啊！对，要不进一条，还没事。OK。